面反胶，弧圈结合快攻的打法，占大多数。那么从这个右手众多的选手当中，对左手有一些不适应，以及左手打。好的，倒打一板。双方运动员如何使用技战术，合理的使用。单打决赛，非常的精彩。他就认为王曼玉呢，在最后第七局的关键分上，这个两面发力、八面威风的这个梁静，拉直线的话呢，实际上主要还是盯住梁静坤的。这个回球落点。好的，再来，开始发正手短，对攻漂亮，精彩。这两分，漂亮。而白短呢，主要还是过渡，以防守为主。好，也就盯着这个位置。好的。他就没有心理压力了，不然的话他觉得今天这个裁判怎么裁判就是判他肩膀遮挡。又是一板调打。好的，看相持反拉。但是好球啊。失平。偷长，哇，这个球！但梁静坤呢早有准备，啊，接发球抢拉一板下网，漂亮！这就是关键球凶稳关系的结合，主动变线，再放高球啊！这个球顶。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，往往在比赛当中，如果经验的这个教练员能够捕捉与把握，致命啊！压力过重，同样不行。漂亮啊，包括你能够控制好失误。11-8，是非常到位的。这点呢也跟梁静坤啊他的大赛经验更丰富有关。这个白短冒高了，哎呀，漂亮，刚才这个球，漂亮，大脚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，是因为单纯的比漂亮。连续正手攻，二发正手短，随着王楚钦回球下网，和这次先一个白短推到远台防守。这几个发球控制的不错。哇，再加质量。好的。继续来逆旋转发球。张力。连续的擦网。一
两个擦网，楚钦还是能拼能咬啊。是，连救两个擦网球。哎，打板边，这是个意外。白短，又是一个擦网。这一局还难说。调打，失误。11-7，是。所以这个，对，这就是一个拧拉。这个技术上的特点、优点全部都发挥出来。漂亮！好球！哇，漂亮！漂亮！率先变线。喂，这个落点，对，哎呀，机会，这样看一下王楚钦的接发球，接发球抢攻，哎呦，这个球差不多要擦边了，这个王楚钦还没打够的感觉，没打够，还没打够，还想再来一局，我相信可能广大的球迷啊也。